你家的萨摩耶幼犬也是干饭王吗？先撒一把幼犬粮，加一勺盖粉，再加一勺奶粉，然后用开水泡软，搅拌均匀，好香。差点忘了益生菌，搅拌好就焖一会。A few moments later,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饭焖好了，再加煮熟的鸡胸肉，开撕。完工，孩子已经想越狱了。乖乖做好妈妈才给吃的。